其实吕布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历史人物，也是一个很传奇色彩的人物，智谋、野心、传奇。这恢宏的城池都是因为我而建，日月星辰天下万都是因为我而存在。我们的剧本写得很好，讲了很多作为吕不韦的观点当中的一些他的价值观、他的世界观、他的人生观，很有道理，很有说服力。这个浩然这个角色就是历史当中的赵姬，在我们的剧中其实他俩是互相吸引，然后又不能走到一起。隐逸人吕不韦、浩然三个人之间这种三角关系，相互需要又相互有那种竞争，挺微妙的关系。任何一次去接到一个角色，最多的一种想法其实就是向角色靠拢，除了形似，更多的应该是神似，真诚的去感受他，去感受角色的在剧中的所有的一些心态、语言、触景，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真听还真感受，用我们最初的表演方法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远哥是一个准备的非常充分的演员，如果你一不留神的话，他的很多东西你会接不住。我觉得从远哥身上也能学到很多东西。我们的造型和服装都非常严谨，每一个细节做的都很好，而且大家都是秉承一个很认真、很敬业的一个态度在创作，这是我最喜欢和最欣慰的地方，所以我也很开心加入这个团队。不管是从剧情，包括在制作上，我相信都会给整个的业内所有的观众给一个眼前一亮。